领导周星驰一直是李小龙的忠实粉丝，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会出现李小龙的招式，包括黯然销魂手、侧踢控腿等高难度动作，可见他真的十分仰慕这位巨星。周星驰自去年十月在社群平台开通了首个个人账号后，就时常活跃分享，也不时开直播和粉丝们互动。之前他就在 IG 晒出了自己徒手画出偶像李小龙的经典招式起飞叫肖像的影片，只见影片中的他动作娴熟，像是为此练习了至少上百次，栩栩如生的肖像画让不少网友大开眼界。周星驰也在文中引用了李小龙的金句，我不怕对手有一万招，只怕对手一招练了一万次，以此来纪念李小龙逝世50周年。许多粉丝都感慨星爷简直是多才多艺的强人，无论是演戏还是画画都十分了得啊。